走在路上，人家不会觉得我很怪吗？会，应该会。他改答案，他刚刚说不会。嗨，我今天又要带大家逛一个很特别的市集。我今天请来了一个特别嘉宾。哇，好不特别啊！我又来了，我一直来，但我今天不一样，我今天是带着音乐而来的。你想唱歌吗？好啊，是什么歌？A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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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 什么啊？这什么衣服啊？继续 魏如萱的歌啊，因为今天是金曲奖，就此刻 today 啊，他在台北。那天我们喝咖啡的时候，他就说送我们衣服，我说好，我们帮你穿，加持一下，用念力为娃娃加油。那你好好主持，我们去玩喽，加油！我们现在在市集旁边的餐厅，跟我工作的人都知道，三餐就是很想要按时吃。每次我们去市集，视野有东西可以吃，大部分就是一些咸派、肉桂卷啊、棒蛋糕。那我很介意主餐有没有吃到主食，所以我想说先来吃这个意大利市集三宝，听说这是招牌哦，好假的，银丝卷加炼乳加 cheese， 这是他们店里的招牌，慕尼灰的招牌，好好吃哦，好吃吗？我们来到的市集叫旧物盛典，这边现在是古着区，可以看到很复古的花色。你的菜，小碎花。我喜欢小花。老板，这个一件多少钱？我在这。哎哎，拍姐拍姐，吓到人家了啦！我讲不出来，超奶的，好吃。这是有人在外拍吗？我们碰到上次在新竹遇到的妈妈了，这什么？木瓜酸，不是木瓜霜，没讲好变木瓜酸哦，就叫木瓜酸，好吃哎。军事风的古，这里有一些军事的二手货哎，蛮帅的哎，蛮帅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好，老板好看吗？好看，帅。走在路上，人家不会觉得我很怪吗？会，应该会。他改答案，他刚刚说不会。刚刚买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买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买东西啊。这不是我的，这是谁的？不这样，没有买，我没有买。我好生气哦！老鸨学我买一模一样的衣服，他看我穿起来不错，自己又买。这是要干嘛？这就是用来吵邻居用的。啊！哎、欸，请勿触摸！哎，不是老板不一样，老板了不起的，他穿着啊，拍照吗？可以啊，我很常逛的古董店，私密处。好，来，那我们一只手，我来拿一下照片哦。跟你长好像哦，就是我本人啊。我们今天是开放人家跟我挑战，赢我的话就有小奖品。好的。你是不是看我先选，然后你故意选比我强的？哎，我反而被打死了。啊，你输了。故意的，他想让战情焦灼。这是得到的礼物，台中的俯瞰地图用图版印刷印的明信片，他放水。其实我想把礼物送出去给你们做纪念。我们还有一大堆地方要逛，我和老鸨战情有点焦灼，因为我们边逛边吵架，因为他逛得很慢，我又逛得比较快，我们脚步不一致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冷战。我们不要吵架好不好？我们没有吵架啊，我们在冷战。我们没有冷战。你干嘛演？你才要演吗？要演多久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啦，就好了啦。百香凤梨会很酸吗？百香果的酸，里面有一颗百香果。那我要绿豆好了。绿豆的很酸、哦。谢谢。这里是最后一里路。我现在又跟老鸨走散了，有些摊贩有一些黑胶啊、唱片什么的，他会逛很久，我会在旁边挡住大家的路线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再往下逛。好啦，其实有点在赌气啦，他就一直要我配合他的脚步，但是我很难配合他的脚步啊。然后我现在自己逛完了，在一些比较凉的地方操作休息，等我的老鸨想到要来找我。你看，
看他在那边给我扇风，逛得很开心。他到底在干嘛？都没发现我不见了。他还没找到我。刚刚我坐在这的时候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但我坐下来之后，现在坐了一排人。你怎么现在才找到我？厉害吧？我竟然知道你在哪里。那是因为我有跟你讲，好不好？还是很厉害。根本没有厉害。刚刚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跟我合照了。多少人？我没有算，但是就是有人比你先找到我。现在是炫耀吗？嗯，赶快把我接走，芊芊。是。走吧。这个盖起来的地方是要写进去的地址，那下面是写我们进出去的地址。哦，你为什么记得？我跟你爷爷谈恋爱的时候写了一年的，一天一封信写了一年。啊，才一年哦。嗯。写一年。